晚上好，晚上好，哎，呀，我随便玩，你们随便问。开一个小时，蛮随意的今天。原本今天是要空下来。跟别人做直播主题的，结果他们都太忙了，哇，没啊，今天没了，所以我就随便开，随便玩。呀吼！呀吼喽！我看一下啊。好没有色康，色血哪里的？色血哪里的？哪里？哈哈哈哈，好，在下随便玩，你们随便问，好吧？哎，为什么？为什么？为啥卡我的直播？真是！啊，有了有了，卡卡的，有听说假日会有14友军。听说礼拜这礼拜会有，所以这礼拜会开舰娘，对，这礼拜会开舰娘。那今天原本是有直播主题的啦，但原本跟我预计要敲的那个人，就他说有事，所以就没了。我是哪一服的？我是那个美食餐厅，是不是啊？就是那个公主佩可他们那个工会的那个服的。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直播主题啊，或者说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可以跟我讲，我先把它记下来，下一次可以聊。那今天就想说，好，说要开还是得开，那我们今天就开上来。然后我就平常有人很多有问题要问我的，不一定会看我的直播。那今天如果有幸进来了，可以就要问什么都可以问啊，你可以问感情、问学业、问求职，但我不一定能答得上来。这个打错了吧？这样错字，但不一定答得上。好，你也可以问新番啦，好吧？问求职啊，可以问感情，问学业，问求职，问新番，问李番，问敏感问题。好。好，可以加好友吗？好友满了。刀剑蕊灵，刀剑还没看啊，不，刀剑看了，不好意思，刀剑看了，但觉得还蛮恶心的，我觉得制作组有点恶心观众。然后蕊灵还没看，应该说蕊灵也不会看，对，蕊灵也不会看。有打算去日本生活吗？现在日本那样子，我也不敢去啊。等我一下啊，先配个队伍啊，综艺一点的队伍，然后可以造成点输出的队伍。好，上啊 ，K。次郎至今单身吗？次郎已经不是单身了，次郎已经不是单身了。富豪刑警不是听说已经上了吗？哎呀。最近有没有推荐的本子？没有，我不看本子的。你们是不是？我其实一直有在我的直播上强调，我是不看本子的。对，我只有看韩漫，看李帆，但不会看本子。对，可以聊色吗？没有了，你要跟一个大叔聊色也蛮怪的啦。三倍券还没有领三倍券还没有领。那听说今天。邮局啊 ，7-Eleven 都爆炸多。那身为一个苦命的上班族，你要去领也是强人所难啊，你不觉得吗？你不觉得这过分了点吗？哎，我糟糟糕，我队伍不够用了。啊，不管，继续消个血。
这是什么游戏？这是公主连结。这一次的台北国际 ACG 博览会会去哪一天？是不是？这一次哦，这一次展期是7月30到8月4号嘛？那去哪一天其实还不一定哎，但应该通常是第一天会去啦，通常啦，其他天就是要再看看了。次郎有女友啊？这个有跟我直播的应该都知道吧？我又没有藏得很隐秘，对不对？我没有欺骗各位说啊，我就是一个单身的女孩子，各位亲爱的干爹们要多懂内我，对不对啊？谢谢干爹，我没有这样子吧，对不对？对啊，我不像那些女仆啊，或者是一些女性实况主啊，假装自己单身，在那边欺骗那些纯真少年或者那些魔法师们的感情，然后呢又骗他们那些你知道得来不易的金钱，他们用血、用汗、用泪水在职场上打拼赚来的钱，结果呢却被那个女生拿去这样子，哇，供奉她男友，没有，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敏感问题要看什么敏感问题啊？次郎 Discord 的意见回馈，麻烦看一下，是不是？我麻烦看一下啊，是不好的意见回馈吗？我看看，我瞧瞧啊，为什么你还要指定颜色啊？啊，为什么你要指定颜色 ？A04800 是什么颜色？你还指定色码？哇靠！哇靠！看一下啊。我看看，还指定色码是不是？我看一下啊，我不要这颜色啦，这颜色很丑哎、欸，不要，我驳回，我不要啊！他为什么不能重置？哎呦，不要 ，Hello， 我觉得绿色比较好，那个橘色会太那个太暗，你知道吗？没办法凸显你这个逼格。绿色的话，我觉得怎么讲，亮绿色还蛮不错的。先这样子啦，先这样子啦。好，恋爱节拍器只有出漫画还有小说，查了跟做漫画没有？那个恋爱节拍器只有漫画，恋爱节拍器只有漫画。对，它是一个描述那个假设今天没有，假设今天没有加藤惠的出现，那他跟学姐会是怎样的进展的故事。那根据玩户本人，哎，他是说，假设今天真的没有加藤惠这个角色的话呢，那安逸伦也应该会成为那样的人，所以就大概讲，哎，我结束了，我的帕塔一天就大概30层而已啊，因为打一只网我必须要放2队，然后我现在队伍大概就只能组出4队而已。好，那没办法，我今天只能打 EX， 我今天准备把共存者给关掉了，可怜啊。哎，有没有打算把 VTuber 就是九里变成 VTuber？ 是不是有？之前其实有考虑说要把搞成 VTuber，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第一，这个我没办法女装夹，就是我没办法把下面夹紧，然后就是伪装成女生去弄一个 VTuber 的感觉，所以后来就想说算了。那如果要弄 VTuber 的话，我觉得也是要让我自己的九里，不，让我自己这个次郎这个角色变成有点像是 VTuber 的感觉。但因为后来我征询了其他的管道的意见，我发现其实会想用 VTuber 的原因，无非我觉得就是三个：一个是想让自己的作品有多的东西可以用，包括像说你就讲一个影片或者讲一些杂谈类的，那你可以有一个形象角色，你就不一定要露脸，在录制上也比较轻松。同时呢，也可以让你的画面上不用这么多东西在动。对，因为你今天如果用了一个 VTuber 在那晃的话呢，其实对观众来说就已经有东西在动了，所以整个节目上的效果是比较 OK 的。哎呀，哎，我觉得这阵容打不赢哎，糟糕！那个自带怎么一直切呀、啊？我这组合赢得了吗？我看一下。嘿，所以后来这个 VTuber 的计划就暂时先搁着了，暂时先搁着了。不过再来还是会让去让九里的图会让他再多画一些啦。我现在目前有找一些
几个会师正在联系中，那目前有联系上的大概一两个这样子，但有成型的目前是一个啦。好，这样子就打赢 EX 了，没差，反正我打赢啦。EX 就是你只要派三支队伍，只要上去赢就有赢就好了，对啊，其实没有很难呐、啊。但我目前爬到230层啊，明天继续爬吧。我今天爬完了，没东西可以玩了，我的公主连接要关掉了，可怜。贪吃贝格还没练啊，没办法，哎，好，刚才回答到哪里呢？看一下。家有女友有中文漫画吗？有啊，在东立出版社的，他们有出，对，东立出版社有出。你们说浮云跟那个卡 AD 有要弄 VTuber？ 有，我听说。其实卡 AD 基本上混浮云那一圈的，然后浮云他们最近比较哈扣的是那个比较哈那个 VTuber，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个滴滴，你知道吗？就是个滴滴。然后他们应该之前工商赚的钱跟影片赚的钱也不少吧，所以会做 VTuber， 我觉得也算是合情合理吧。合情合理，对。赤狼不打间隙活动吗？我现在卡死啦，我一四打不赢啊，卡死了卡死了。有没有看？果然我的青春恋爱喜剧搞错了。有啊，我还放了那个哎、欸，可是我现在播完我的影片就吃版权了，所以我没办法放。你们可以去我的 FB， 对，我有放一个那个改编版的那个 OP， 对，然后就放了那个新宝岛跟棺材哥，然后发现在 Bilibili 反应大概快70000观看吧，我也有点吓到，对，有点吓到。反正周五这假日友军来了，应该会继续打舰队吧。这位雨渊是不是有打算再开恋爱商谈的直播吗？有欸，其实那个我刘炳佑一直跟我讲说要我开，他说他想要问一些比较靠背的问题。那我想说，可是我没有事前跟观众募集问题，我觉得会出现一件奇怪的，所以可能哪一天就 LB 或者 Discord 发一个，我也希望就是可以征集一些你们的恋爱故事，可能是你们的初恋，可能是你们现在的交往过程，可能是你对一些我说一些比较白的好了，不管是约泼还是分丝还是这个劈腿脚踏两条船这种之类的，对于恋爱的看法什么的也都可以问我，因为我自己都做过啊、嗯，但是我没有劈腿啦，我劈腿是劈到二次元去了。不是，原本那个新宝岛的那个影片啊，我原本想要上传到 YouTube， 结果你们知道，果然我的青春类喜剧搞错了。这个动画他们有一个赞助商叫做 Marvels， 哎、欸、是 Marvels 不是 Mar 什么东西的，就是牧场牧鱼那间公司。Marvels 还什么什么忘记了，对，然后反正就是那间公司的情况下，我上传了一个画面，大概30秒的画面，就直接被禁止放送，直接被禁止放送，就是连 YouTube 上面就是全球都禁止放送了，就是你完全看不到这支影片就对了啦，所以那影片就变成是说，其实果青这个画面其实赞助商是有锁的，没办法，对对对。赤狼约泼过吗？这个不好说，这个不好说。我觉得我的形象上我是不希望自己成为那样的这个老司机，对，老司机。但是你私下跟我谈的话，你如果是好朋友的话，我可以给你教你几招。刚才有一个朋友说什么 ？PVP 三幻神六星日和法队四四花加六星黑猫加侠。加公主配可，可是我觉得侠很烂哎、欸，我觉得侠很烂哎、欸。你说的是魔法侠吧？对，你说的是魔法侠，对不对？我还没有魔法侠，对呀、啊，侠还没有啊，这个、啊、对不对？没有，还没有，这只真的强的跟鬼一样。你说普通的侠是不是？普通的侠不是这个吗？我也没有啊，不，我也没有啊。
你我这当然知道啊，这只叫模仿嘛，靠杯啊，我就都没有嘛。你跟我说很强，我当然知道啊。然后六星日和，我给你看一下嘛，六星日和现在长这样子啊。我的日和现在在这里，两星的日和。对，这个离图马还蛮很久啊。不过像我最近在把四四花练起来了，四四花快不是四四花啦，优异快练完了，优异现在已经在五星了，现在在等这个，等随便买了就可以直接把它涂了。然后我们的真布也快满了，真布再差一点就应该就满了，差几个碎片，差五个碎片我就给六星了。对啊，慢慢来吧。不是因为那时候日和呢，我是第二买的，那时候其实我想说日和应该没那么优先，所以我记得我竞技场我是先换的魅攻，对，我先换魅攻，但其实我觉得魅攻也不亏，嗯，老实讲，我觉得魅攻这个队伍有跟没有其实差蛮多的，就是竞技场爬起来蛮爽的，而且我觉得魅攻再来会起飞，所以给他点信心，好不好？给他点信心，虽然再来。日和的公主形态跟那个那叫什么形态，那名字我都忘记了，你给我啥秘密啊？那个零啊，对啊，零的公主形态可能会让竞技场生态再改变一下吧，但我觉得魅攻应该还会再强化啦。哎，现在魅攻基本上我觉得被日和打假的啦，我自己在玩啦，就是我打到高端之后发现大家都是日和加那个加泳装，我是不是死去，直接死去，对对啊，直接死去。次郎有要开唱歌台吗？没有啊，我之前上周我跟那个阿布雷跟他们的几个朋友们去唱歌，唱日 K， 哎呀，唱日 K， 然后我发现琛琛还蛮会唱的。二星日和用三倍券就是六星了，靠飞嘞！感谢赖哥100元，你好有道理哦！哇靠，超有道理的！我也想要三倍，哎、欸，什么时候开放 N 3？对啊 ，N 3 H 3好不好？让我刷一下。最喜欢的李帆是哪一部？最喜欢的李帆当年有一部，我说过好像是什么的，跟那部名字我忘记了。故事是这样，就是 有一群小孩子，然后呢，他们当中有一个小玩伴是女生，然后比他们大的姐姐，或者说是算他们同辈吧。然后他们那群男生呢，就会偷偷的躲到那种寺庙的旁边，然后去藏那个李那个那种色色的书。然后有一天呢，就是那个姐姐看到他们在藏那个书之后呢。他就有一次趁着他们男生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去看那个书，然后说：“哦，原来男生都喜欢看这样的书哦。”然后那个他的青梅竹马还是类似那个男生就，就那个男主角就经过了。然后呢，女主就邀请他去寺庙里面做那个色色的事，对。然后他们就边做的时候呢，外面那群那个好基友们就来了，所以他们就是边做边听着外面好基友说：“啊，要是我有女朋友的话，一定要跟他怎么样的个爽。”对，然后他们两个里面就在那个寺庙里面这样做，超屌的，嗯，然后那部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因为他的画风不是那个最无聊的那个叫什么？现在我觉得我看哪个画风会倒位的是那个鬼父那个画风 ，Polo 社，但 Polo 社真的是画来画去都同一个脸，我现在看到他们那个作品，我是一律不看，基本上不看，对 ，Polo 社真的很难用，对我长大之后发现真的很难用。然后其他的话就是看剧情看什么，但我现在其实比较偏爱一些 NTR 向的，或者是我现实不喜欢 NTR， 但以剧情来说 NTR 比较好。然后还有什么算什么类型？纯情类，就是那种青梅竹马类的，我也很吃。对，青梅竹马跟 NTR 我觉得都蛮不错的。对，我自己是这样子啦，哎。有人问我说：“大学毕业后找到工作多久？”哦，这个说来有点自夸，但我只能说我个人运气不错。就是那时候我丢了面试，丢了至少十几家，然后也面试了大概三四间吧，然后都没有下文。然后我就有点心灰意冷，说：“好，那我丢了这间，然后是台北的公司嘛，然后就丢了。”我就说：“
好啦，如果这间也没有上的话，我就做 YouTuber 了，然后就上了，然后就上了。所以我毕业后就大概一个月内就找到工作了，所以也算是运气不错啦，哎呀，真的是运气不错，我只能这样讲。对，也蛮感谢当时面试我的那个前辈，对，他现在还在啦。对，哇，打那么多字，我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Aaron， 最近要考大学，也大概知道未来要做什么，但是有些迷茫，因为很多人不赞成你的决定。虽然不管怎么做，我都想做自己的事情。大部分人都觉得考大学才是学生要做的事，到这研究一些理财创业的事，发现传统的教育学校或父母教的不一定正确。大学这段期间也很想投资自己的脑袋，做出自己的事业。要了解到，在未来的时代，很多人不看学历，都看专业的技能。对于要不要上大学这件事情，给大学生一个建议。我诚心建议啦，就是尽可能去读大学，并不是说学历很重要，而是去大学这件事情是会让你的人生价值观、跟待人处事、跟交友圈会再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大学交的很多朋友，其实未来可能都是你人生上的导师，或者说是人生上会帮助到你的人。对，然后我觉得没有读大学生，假设你今天说想出来做 YouTuber、做电竞选手好了，其实我觉得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些吃亏啦，还是有些吃亏。哎，专业技能固然重要，但其实，在我们职场里面好了，你专业技能这东西是可以培养的，但更多的是你这个人的特质是什么。那去大学这个事情呢，其实是比较去发掘你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特质，有怎样的特性，或者说你怎样去跟你的同学可能去合作完成一个专案啊，或者说是老师出的作业，你要怎么在有限时间内把它完成，这样子一个自我规划的时间管理吧，或者是说自我的学分安排，这我觉得都是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了。就是你今天去大学未必只是读书啊，你也可以去交友去干嘛。对，嗯，那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叫做飞鱼，飞鱼他以前叫飞仔嘛，就是 Joker， 我们以前那个小屁孩，他就是听了那个烂人杰的话，然后呢就没有去读大学，他就休学了，然后现在看来就是我觉得是蛮微妙的，蛮微妙，就是他有些想法，因为他跟我们接触，所以变得比较成熟，但我又觉得说他失去了大学这边该有的淳朴，直接踏入了这个险恶的大人社会，我就觉得这样子有点怎么讲，太过早熟也未必是好事啦，嘿，大概是这样子。好，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好，怎么突然问题有点多，我们不一定一个一个看嘛，我就是看到哪一个想回答就回答哪一个吧。同人美眉一出场被捆绑，这个有什么看法？我等一下跟你讲，这个我说真的恶心，就是恶心啊。你的起薪有没有给到3万吗？欸，目前啦，我不知道台中跟台北的差距在哪里啦，但我觉得一个最基本该有的出来的大学生，最基本该有的薪资是24到26，对，然后根据你的专业能力会加到大概28到32。通常一个新人，一个大学生毕业能给到35就厉害了，就已经很厉害了。那如果你35以上，哇干，你真的是，我觉得你不如自己创业，或者是去找一个上市公司比较好。真的是能拿到35以上的薪资是蛮非常厉害的事情。那如果说你是一个硕士生出来好了，你最基本该有的薪资要求应该是36到42，好一点到45到52，对，大概是这样子。对，我的正职是什么？我的正职是一名被公司奴役的社畜。对，赤狼知道哪里可以预购角川的商品吗？啊，你就去角川的官网不就可以了吗？不然应该会场内也可以预购吧。出租女友看过漫画了吗？可是出租女友这事情，我一直以来在推要看漫画，对，我一直以来都推，但好像观众都以为我没有看，但其实我无数次的在我的节目上面都一直推崇说出租女友很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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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是不是？对啊。然后，其实另外一个点是大学啊，
你在交友的部分啊是比较淳朴的，大家比较没有那么多利益纠葛。但如果你今天马上从高中生踏入职场，我觉得你很容易被欺压，被瞧不起，被怎么样，被怎样的，就是他们就看你年轻啦，看你就是没学历这样子。我觉得你今天觉得学历虽然不重要，但别人未必这么想嘛。我是觉得说，你混个大学文凭也真的没差，但我觉得去大学你也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就是重点就是去大学人际关系要搞好啦。哎、欸，我觉得这点是蛮重要的。嗯，之后会开箱不起眼的 B 强长 BD 吗？有啊，我已经预购了，但我不知道会不会因为疫情的关系，那个转运的过程会变慢，我真的不知道。然后我不知道会不会官方那个因为疫情关系，整个9月26号加藤惠生日，然后没办法发售这个。因为他9月26号发售的话，我拿到商品大概也是10月中了吧，所以没办法。但我是蛮期待10月中的商品的、啊，但因为他们官方目前也还没有公布那个神奇木人到底画了啥小，我看一下好了。さえないヒロインの育て方フィネ。BD 的价格固定都是9650啊，9650，嗯，对啊，一个都没画，我开了给你们看一下嘛。诶，视讯镜头，视窗，你们自己看嘛。现在后面自己看，这个是塞奈 Heroine 的 BD 嘛，对不对？对啊，他们目前压是压。BD 的活动银贝斗是这个2020年的10月18号，我甚至觉得这个不一定会办的，甚至会办线上吧。你看他会场也是故意写这个东京都的某个地方，对啊，没有讲明啊。然后共通特点的图啊，目前都还没有出来，对啊，我不知道这个 Aniplex 在冲啥小，对，反正就是全都没有。但我不管了，我就去预定了，反正就要说啊，9月3号啊，不是9月26号，靠杯 ,9月3, 对。它的完全升级版是这个9500块加税嘛，税是 10% 嘛，所以加上去大概1万出头吧，那换算成台币大概2800到3200吧，加个运费可能快4000块左右吧，3000 4000都有吧，我不知道，因为要看它这个上次那个挂轴就很贵，上次那个挂轴运来台湾就花了1000多块，那他如果这次给的不是挂轴，他这次因为也是给这个 B2 Post 啊，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是挂轴啦，嗯，大概是这样子。BD 是没有什么低配版啊，基本上就是那样子、啊。嗯哼，好，看到影片缩图，我影片也没特别放什么缩图啊，我影片就是我的看板娘而已啊，就是我的看板娘而已啊。你想要知道我的龙虎给几分？龙虎我那时候是给8分还是8.5，我也忘记了，我没有给到满分，我好像给到8.5还9分吧？哎呀，我没有给到满分，满分是那个杰哥给的吧？我自己龙与虎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缺点，但它的优点大过于缺点，所以以至于缺点可以忽略不看，忽略不看。我是发现原来我他妈开闲聊台也可以有这么多问题可以我那时候去哔哩哔哩开那个问答，清一色全部都是在问我不起眼相关的，我就觉得说哇，我这个人真是一事无成，就是到头来，大家也只记得想到不起眼会想到你这个人，但其他事情完全不想问你。我就说不行，还是要去开发一些不起眼之外的客群。对啊，哎呀，有人16斩了，这么好，厉害了，厉害了。应该说，其实大学啊，除了鸡掰的室友或者鸡掰的同学之外，但你不会遇到真的是坏人的人。真的，我觉得大学。要真的是坏人啊，我是顶多可能到三流学校可能会遇到，但比较前半段的正常的学校很难遇到。但如果你今天到职场上，真的是会有人要搞你，是真的会搞死你的那种，就是人心险恶，对，职场斗争非常险恶。那我自己是觉得，我这个人就是不太 care 那些恶啦，就是我就是我去工作，我就是把事情给做好，对，我不管是不是跟你吵架，我最重要的就是我要把这个事情给做好。哎、欸，你做不好的地方我就跟你讲，啊你不听那是你家的事，哎、欸、你我不想跟你就是那同流合污吧，对，我不想就是跟你一样去偷懒，
我尽可能把事情做好，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幸好我们公司职场也算是蛮亲民的吧，虽然大人的斗争是很险恶的，但我们这些小咖的螺丝钉本身来说是不太需要淌这种浑水啦，所以是还好啦。次郎可以分享一下你怎么交女朋友的吗？哦，严格来讲就我就做着做着我自己，然后就被倒追了。严格讲是被倒追啦，对，大概是这样的过程。我怎么会一直预示啊？这网络好烂哦。就是做自己就有女朋友了，就这样子。可以这么说吗？哦，可以这么说吧，可以吧，应该是可以这么说啦，对啦。次郎是要等到友军支援才来吗？不是啊，我现在就是我前阵子尝试着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打，但我发现我斩不掉啊，所以我觉得我的运气没那么好，我就等友军吧。我宁可省一些资源留后段啊，就这样子而已啊，其实没差。我现在在努力存资源的，我现在要存到我的23000的油跟23000的油跟24000的蛋吧，慢慢存，然后水桶又慢慢拉回来，快800了，大概是这样子。次郎不起眼的 FD 是要小说补完才看吗？还是它算是一个短片 ？FD 算是一个 fan disc， 就是所谓的粉丝向的故事。那 FD 我是觉得可看可不看，对，但 FD 看的话会让整个角色比较饱满。而且你对整个角色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的怎么讲？更加的有爱吧。FD 还不错，但 GS 的话一定要看 ，GS 每一篇都很重要。对对对对对对，这是在炫耀吗？没有，就你们问我干，就你们问我，不然能怎么样？而且我一直觉得我不帅，但我后来才明白什么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啦，就是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不帅，但他一直觉得我很帅，那我也真的没办法，对。次郎最近氪金最多的游戏是哪一款？最近氪最多的就是《攻读连结》啊！我 FGO 已经不氪金了，我现在决定把我所有的钱就拿来氪这个《攻读连结》，我要让自己开心。对，因为《攻读连结》就是一个有氪就有，你不氪就是靠赛，靠赛抽，靠天井抽这样子。最近就是在研究你们刚刚聊的话题。像大家说是要去找工作，那样只会被工作给束缚住，一辈子都当别人的员工，那样是为钱工作。真正的有钱人是让钱为你工作。但我跟别人分享自己所学到的，大家说是骗人的，这两个赞同你的。如果说大家说想过好的生活，可以去研究看金钱的观念，就看你啦。因为有些人其实，我自己悟出的道理是，公司的老板开公司也是来赚钱的，对不对？那你们今天去工作，你就是混口饭吃嘛。你去在别人已经建立好的工作体制下去工作，去当他里面的螺丝钉，去当他的生产赚钱的工具的一个环节，对不对？各取所需嘛。他给你钱，你能养生活，然后你也为自己的兴趣工作的话，那 OK。那如果你要自己今天自己创业，或者这个把你的钱拿去做投资，靠股票炒作这样子赚钱的话，那前提是什么？你要有股票的概念嘛，你要有懂得选对股的那个能力嘛，那这能力怎么来？就是靠你自己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你这个人想成为怎样的人吧。啊，我自己会工作是因为这个工作是我的兴趣。那现在来讲，是不是兴趣？我觉得不好讲，就是可以再退一个300-400步来讲吧。这到底是不是兴趣？我还是要看最近公司会发生什么大事吧。我不知道。留下可以练吗？留下听说是可以练啊，但我不想练啊。对，因为他大概五星比较强，我觉得。是在职场上交往的吗？不是啊，我就在工作期间交到的啊。毕业一年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这个就有点尴尬了。我有一个同学也是一年后没找到工作，后来他就死了这条心，就去努力读书考公职。在大概一年半后，就是他毕业后，我已经工作2年了吧，
他就找到工，他就是已经考上公职，现在在邮局工作。其实公务人员也没有想象中这么难考啦，肯准备、肯努力，也是考得到的啦，也是考得到的啦。嗯。FGO 要退坑了吗 ？FGO 现在已经算是半退坑了吧？我现在已经不太打算玩 FGO 了、欸，说真的，嗯，算半退坑了吧？算对，因为。第一个长草，第二个他们的那个活动的那个刷箱的那个刷法，对我现在的那个生活的一个稳定度上，或者是整个生活状态上会有很大的压力，所以 FGO 后来我就想说算了，不要。我现在就专心玩公主连结跟乌塔瓦莱莫诺这种，就是可以直接扫荡卷的，玩起来也算轻松啦，就是也没有太大的负担，然后。怎么讲？就轻松玩，轻松氪金，然后呢，能跟周遭的人讨论 FGO 就真的，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 FGO 对我现在的我来讲，我觉得社群性来讲偏低，对，偏低。因为之前尝试开 FGO， 但我发现观众其实只想要看抽卡，然后想要看剧情的，其实也不缺你这个中文版的家伙，所以。就觉得说，那玩公主连结至少有竞技场可以玩，有角色可以抽，然后也有香香的剧情可以看，就整个来讲都不错。然后再加上我周遭的那个大学同学也有在玩，然后就是我们差不多同时入坑，就一起这样子玩，这样子也不错。日服的 LOL 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打了，好久好久没有打了，哎呀。上高中想要参加学生会会很忙吗？欸，学生会很忙哦，但高中的还好，对，除非你今天高中是参加那个果然我的青春恋爱喜剧搞错了那样子，还要准备什么舞会啊什么的，那才比较忙一点。我日语是在学校学的，我说过好几次了。这工作是第几份工作？是第一份工作啊。当初没有想要考公职的想法吗？有啊，但我觉得邮局不好玩啊。我今天去邮局的话，我上班不能滑手机啊，对不对？对吧？所以我就想说，嗯，就不要去邮局了。然后去做石油的话，可能也是做一些生产线什么的，也不能滑手机啊。对啊，我就不能经营我的 FB 啦。所以想说，算了，还是当个社畜，我还是可以边工作边这个上班之余，还是可以弄个这个社群网站。对啊，对，就还可以无聊开个直播这样子。对啊，不错。我上班是可以滑手机的啊，可以啊，可以啊，滑的可起劲的呢，没有啦，就是真的是在等那个档案的时候就会滑嘛，或者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也会滑、啊，对，而且重点是坐办公室吹冷气这也很爽，对，夏天到了坐办公室吹冷气是一件很爽的事，除了早上起来很累之外，就上班最累就是早上起来这件事情是最累的，嗯。刚刚要说的刀剑是不是？好，我们先说刀剑好了。刀剑是这样子的，第一季呢是谁？各位想一下，第一季是谁？第一季我记得是叫做虚香生枝吧，是不是？那个叫虚香的家伙，他不是在那个同人面前，然后呢在床单那边 NT 咬我们的同人吗？哎。应该算 A， 我觉得应该算严格来说算是 ALO 好了 ，ALO， 然后呢，把雅斯娜吊起来，然后这边舔他，然后就是为了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再来呢，到了 GGO， 我们的这个喜欢师奶的这个变态男友，变态的这个同学是不是？应该同学吧，反正就是有一个喜欢他嘛，然后直接摸着网线一路就摸到他家嘛，想要去帮他那个给他这个强暴他，对不对？这个事情呢，又凸显了这个，因为他有这种精神错乱的这种东西，凸显了这个反社会人格。好，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二次嘛？第三次是什么时候？我们的这个凤翼天翔，在我们的这个 UW 片里面，不是有一个那个贵族社会的这个天龙人，想要去这个对下位的这个他的这个学徒，这学妹，就他们的所谓的这个什么侍从吧，我们叫侍从吧，哎，然后呢，就是要对他这进行这个上位的指导。然后呢，为了凸显出这个天龙人的尊贵与这个权势的这个强那个就是强势跟弱势这个部分，再来到了我们这个
立法这个 UW 篇，又使用这个降智商的大法，这个进场送头，然后呢使用这个触手的部分，然后对女性进行这个私密处的描写，哎呀，进行这个女性物化的这个动作，我只能讲啦，这个要嘛就真的是不会写反派，要嘛呢就是虚那个川原丽这家伙，他要嘛就是可能心里有阴影，或者是对就是日本传统的那种父权社会，或者算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算父权欸，就是那种男性的那种大男人主义，然后呢就是去尽可能欺压女性这个部分，对，然后去彰显自己在社会上地位的高崇，或者是说呢他就是一个不会写反派，所以呢他委曲求全，对自己的这一个妥协，然后用这种就是最肮脏最下流最可耻的一个描写手法，然后去描写这样的这个情节内容。那 UW 篇给我感觉就是恶心，对，你今天拿出一个第四季嘛，第四季动画说是一个史诗级大战，那个什么《刀剑神域》里面最严肃探讨这个人工 AI 与这个人工生命的这个部分，到底是不是作为一个人类这个部分？结果呢，你一个冷不防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出现的这种很恶心的这种情节，然后呢，重点是。以往的动画张数大概一集大概是4000张左右，他这一集特别加码到10000多张，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就是所有的桥段里面，就那个触手那个地方最精致，最这个最怎么讲，就是经费感觉最优渥了。这显然就是一个啊预谋犯罪，在事前制作组也好，还是作者也好，就已经小野学啊、川原丽啊两个人都串通好，就是说我就是要把这段剧情弄得这么恶心，然后呢，借由这些恶心的这种桥段去磨观众的眼珠，去造成这个社群的话题，在我来看就是一个很恶心的操作了，这是莫名其妙。对，你说每一季都有这个场景可以，但我说一个点好了，你8年前或是7年前，你看《刀剑神域》。你会觉得说，干他妈的屈原玄，我操你妈的，你给我去死！然后看看同人把他切得很爽，你也为之畅快嘛。但是你过了8年好了，或是过了6年，到了2020年了，你长大了，你对于这样的剧情，你还会愿意买单吗？你还愿意买单吗？就是你以前这手法可以做，是因为那个时候是网文时代，是一个。Web 时期就是那种网络上的文章，你塞一点这种煽情色的这种卖肉啊卖色的这种剧情在里面 ，OK 没有问题。但你今天已经到2020年了，然后搞一个很严肃的战斗场景，大家都在那边努力的要杀那个突然进入伺服器的那些美国的玩家，结果呢，你突然弄出了一个立法被触手这样玩弄，但我觉得我的智商也被玩弄，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在我来看，就川原真的是不会写反派，他真的是不会写反派，而且长大后看这个剧情就不会让我觉得很爽，我甚至会觉得说，干，可以不要这样子侮辱我们的智商吗？对，然后你今天要删点剧情也好，你把那个立法的 OS 删到最后没剩他妈几句，然后最后就是说，哦，因为不管是猪啊人啊还是什么的，都是人类，所以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生命。但是这个事情在第三季就已经强调了他 N 百次了，然后你又借由一只猪跟那个黑肉女，然后去强调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必要，甚至那段甚至可以拿掉，你知道吗？就是立法这个剧情，我甚至觉得拿掉都没有影响，因为大家已经知道说人工 AI 就是有生命的，他们只要能突破那个限界，就是那个眼睛那个限界，他们就可以成为这个真正有独立思考的一个 AI， 你懂吗？然后。我稍微去翻了一下文库版的文案，在原作剧情里面是有这样写，但没有写的这么露骨。但动画里面就是刻意为之，你可以看那个触手就是往那个立法的下面钻啊，然后镜头刻意带到他的那个画面啊，就那个画面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人，是一个成年人都知道要表达什么东西，就恶心，就恶心啊，对。虚香说成虚渊的，好了，虚香了，抱歉，我妈气到爆，用字遣词都错了，反正重点来讲就是这样子，对。然后出版社呢，等一下再讲，
我记得在哔哩哔哩有一个画面是什么东西，就是那个雨琦同学是不是啊？他们雨琦同学好像真的后来删减掉了，跟我预测的一样。雨琦同学有一段不是坐那个按摩椅吗？我记得好像后来被拿掉了，是不是？我看一下，我看哔哩哔哩可不可以看？哔哩哔哩如果要版权，要版权就不行。哎、啊，会员抢先是不是？哇，橘橘，没办法，我没办法看，他好像要会员抢先，我没办法看。我不知道哔哩哔哩有没有把那个按摩椅那段拿掉，但是雨琦学妹这个就是一个，你知道，走差不多跟刀剑，他也是想要卖一些色，但他卖的比较煽情露骨，但是也有点收敛这样子啦。对对对对，但就是看的至少不会那么反感，会是那种会心一笑，但我是觉得没有那么有趣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不是，我觉得他们动画做触手这段就是满足了少部分的特定人群，但却恶心了真的想要认真看《刀剑神域》这个动画的人，对，就恶心的那群大众的人。然后我在我的脸书 po 那个触手那篇呢、啊，然后我发现有几个人帮我按这个全部隐藏贴文，全部隐藏贴文意思就是说呢，我再也不想看到次郎的所有贴文了，就等于说是封闭我的追踪了。所以你懂吗？你懂吗？就是触手这个事情，对于一些正常人来讲，他们可能是生理上不能接受。对，我就拿数字这样子说话，对，好 ，OK， 那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你说如何进出版社工作是不是？出版社工作其实不难啊，重点是出版社有没有开这个缺而已。因为出版社在现在的市场来讲就是一个黄昏产业啊，就是一个黄昏产业。那，你可以会社群，会行销，会懂，就是你可能是 N 万的，可以当编辑嘛，或者是你有一些专长，可以去当应务，或者是当一些我们还有负责什么？你说如果是公司的管理的话，就是管理行政嘛，行政事务的这样子啊，或者说是当老板的秘书，或者是你就是进去里面当一个管理直接的这种经理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各种职业其实都可以去，但其实比较多的通常是要做过相关工作啦，不管是做展览、做印刷厂，或者做一些编辑的工作，这样通常是比较容易进去出版社啦。那我大学读的是资工科啦，所以跟这个完全八竿子打不着，就是我当时天赋数点错，就大三那时候学分修完了，你知道吗？我大一大二都是满学分在修的，然后我大三下学期就已经毕业，大三下学期就毕业了，然后大四就选了一些无聊的课，然后剩下时间就拿去做 YouTuber， 然后后来就因为去做 YouTuber 跟上课都不认真吧，所以后来大四就废掉了，然后反而是 YouTuber 这边做的还算是还行，就做的混的还行，就有学到一些剪接的技巧吧，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你有没有心去投资自己啦，就不管是做影片也好，拍照也好，修图也好，我觉得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就是多媒体这个，它就是一个趋势。你今天去当民进党、当国民党的网军，去当哪个公司的行销顾问，去当哪个社群软体的这个小编也好，或者当这个影音剪接的人员，对，这东西都是每个行业都需要的。你今天饮料店需要，你今天做小吃店、做餐饮业，他们也都需要文宣，都需要影片嘛。那你有这样的能力，其实就这个社会上一定有你的位置啦。嗯，好，讲的有点认真了。好，看一下有什么好玩的。次郎有买语音网站的会员吗？没有吧。毛场其实我觉得不算是反派、欸，哎、欸，我们几点开台的、啊？我们是不是开一个小时了？帮我看一下，我现在开一个小时了吗？我们今天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啊？开心的事情总是过得特别快。Up time， 我看一下，看一下，我开了50分钟，是不是？哎、欸，还有10分钟，哎、欸，我真的，我好厉害哦！我就说嘛，其实闲聊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
因为有时候一个问题我就可以延伸出很多东西。对，赤狼是哪个大学的啊？这不重要啦，讲讲那个大学你也不认识啦，那种野鸡大学，野鸡大学。这季有推荐的吗？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魔王始祖的这个什么做，这名字我不会念。魔王始祖什么转身到就读学员什么的，最强子孙，我好名字全部都不会念。好，这次 ACG 真的要填单吗？目前听下来，我不确定会不会到时候会改、欸。反正你们身份证带着吧，身份证带着应该是可以的。没有一个小时想要结束，是剩下时间我想要拿去那个想一下这个新番扫雷的稿子，因为再来可能没有时间弄影片，所以我要超前部署。再加上因为这一季的这个第一话太多可以讲了，果青的跳舞可以讲，刀剑的触手可以讲，对不对？与其同学那个斗奶的可以讲，然后 Deka Dance 的那个达林扎 Frings 加进击巨人的设定让我头很痛，我也可以讲。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哪一部？还有哦，格里尔的贤者时间那个也是妈有个雷翻也可以讲，然后那个 X Heroes 那个松冈真诚那个作品我也可以讲。对，其实我说影片我发现都可以讲了，所以就是甚至不用等三话，我一定要超前部署一下，对，赶快先出一出，然后八月份很忙，所以就不管它了。然后 Reading 的话。因为我没看，我瑞林上一季我只看到了13话吧，还12话那边就停住了，所以我可能就前笔带过，就是变成什么啊、同人睡完，雷姆睡，雷姆是谁啊？类似这样子，或是蓝毛睡，蓝毛是谁啊？我怎么不认识了？类似这样就带过了。那瑞林，我觉得这一季应该是会是话题作了，瑞林这一部作品、啊嗯，老实讲，我觉得瑞林会红，然后果青我反而觉得普通，哎、欸，普通。赤狼为什么 cos 露奶谈 ACG 影片可以有百万订阅？你可以去露露看啊，你也露个奶，然后去谈看钢琴，看有没有百万订阅嘛。如果你有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嘛；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也知道为什么了嘛。你就试试看，就去试就知道了。你不用问我啊，我没有奶干。我会弹琴吗？我不会啊。我有奶吗？我没有奶啊。我有百万订阅吗？我也没有啊。所以我不知道，我没办法回答你啊。啊，就有那个市场嘛。对啊，人家就有那个奶子，有那个情谊嘛，有那个 cos 能力嘛。上季的隐瞒知识蛮建议看的吗？我是蛮建议的啦，我觉得蛮好看的。大欺诈师的话，听专业的范氏叔叔说蛮好看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但因为 Netflix 单纯就麻烦，对，因为大欺诈师他已经有14话在前面了，然后又对我来说，我还要再花大概7个小时时间看，我就觉得头很痛。对啊 ，Reading 我没有看过前面几季啊，所以我真的是不好多说什么。我甚至没有看原作啊 ，Reading 这个作品对我来说就是我还好，就是一直觉得这作品很红，但是我不想入坑，我不想入坑而已。昨日之歌有看吗？看到第8话、第10话吧。哎、yeah. 啊，我上礼拜的直播是不是还没有剪？上礼拜直播我发现后面可能我要拿掉，所以可能只会讲前半段吧。后面那边有点讲开了，我还是把它拿掉好了。所以后来我的推荐那边我是设置那个订阅观看，就是反正大家应该是看不到了。对对对，打完游戏后来给我气掉了，打完游戏那个太雷了，太雷了。七月底的《未闻花名》剧场版是台湾首映吗？不是吧？剧场版不是出过了吗？拜拜拜拜！我再来要抽的角色是这一只，是这个勇妈。听说再来八月份好像会一起开吧？我想要抽这只，干这个奶，这个。充能，我也想要是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想充能，想被枯江游一充能，还有这只我想要歪出来，什么时候才歪得出来他、啊？干没有他真的是被按在地上蹭哎、欸，不爽。
还有谁啊？这只等复刻吧。我甚至觉得凯流还好哎、欸，凯流真的目前来看啊好像还可以接受。等他出了吧，这个也蛮想抽的。然后还是实用啦，但我发现其实竞技场看到的次数反而偏少，所以最近的、啊，最近对。女友也看动漫吗？你要问他，不要问我啊！我啊，等一下啊，没事。公主形态我都会抽啊，然后老师吧，老师我也想要，也好棒哦。想要老师，对啊，然后还有谁想要啊？还有一只吧，我记得有一只蛮想要的。这个，新年日和，以后再来歪出来吧。还有圣诞千歌我也想歪，然后到时候有的话就有复刻再说吧。侠的话也是看能不能歪出来吧。其他剩下那个吧，露娜上一次我真的忘记买。啊！可恶，这只上一次有那个直接可以买，忘记买，就是超痛苦的。现在后悔来不及耶。吉他，好。因为其实我战队打的还好，我其实个人比较喜欢打竞技场，战队战还好，战队战就随意打。对，其实枯江游一跟。女江游一其实都可以啦，都有人念啦。哎呀，是现充吗？你的字都打错了，还想问我？干他这个 USB 坏掉了吧？还有五分钟，一天几管？一天三到四管吧。最近因为没加倍啊，所以就随便打。还有五分钟吗？哎、欸，对，还有五分钟。我们今天快乐时间快过了，反正我觉得大家问题应该问的差不多了。就是它就是一个轮回，就是人的脑袋啊，大概是能装大概14天份的那个问题。但假设你今天14天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之后呢，再过一个月又会有一样的人问，又会有一样的人问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大概一个月开个一次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球赛最近没什么时间看哎、欸，对啊，最近都在看那个。看游戏，我有女友吗？这个就都可以啦，可有可无。其实啊，有女友这件事情，并没有到那么重要。说真的，没有到那么重要，哎、欸。日语难学吗？还好啦，我觉得比韩语好学多了，比英文再简单一点。但我日语现在讲的比英文烂了，我发现我最近英文讲的比日文还好，就糟糕了。对，日语太久没有用了。对啊，你今天又赚25000元了。我觉得单纯靠炒股票赚钱的人很聪明啊，很爽。对，你的 Apple 哥你就慢慢赚吧，你是 APPEL 是不是 ？Apple Rumors， 其实我上个月就没有开恋爱相谈室了，因为我发现上次开第二次效果没有很好，然后我发现可能太过收敛吧，然后也顾忌了我女友的感受，所以就没有特别讲太多。对，你不要说顾忌女友感受啦，顾忌当事人的感受。我这辈子应该结婚有点难吧？我觉得结婚这事情好沉重啊，对我来说啦，不结婚比较像我，对。可是我日文歌唱的没有很好听啊，我唱的真没有好听啊，对不对？不然我们最后关台前来唱一首那个《僕らの冒険》。我跟你讲，我是用气势在唱歌的。那时候我去卡拉 OK， 然后那个观众就说：“哎、欸，唱的不错哦。”我刚才想说干，可是我说我都随便唱而已。
我随便唱，我凭气势在唱歌的。有亲兄弟姐妹吗？有啊，我有一个不成才的弟弟。哎、欸，他不知道我在看实况哎、欸。对，但是我有个不成才的弟弟，但我不会啦。我觉得成不成才这件事情不是我说了算，是他的人生要由他自己去负责。对，嗯，我觉得我不应该去介入他的人生，他的选择跟他的未来的方向，必须由他自己去做出决定，而不是由我去帮他操之他的未来。他的未来不能由我操心啦。对，虽然。再来应该是要理论上应该是要一起背房贷的，但会不会变成我来背？干我不知道。对，但我至少还有25年的房贷要背了。哈哈哈哈哈哈哈！没有，我跟他年纪差蛮小的、啊。跟他年纪还蛮相近的，但是其实我比较想要有一个妹妹，但没办法。好，那我们今天可以让我唱一首这个卡拉 OK 版本，但我现在找不到卡拉 OK 版本，好讨厌哦！我想要唱一个 Immortal， 对啊 ，Immortal。这可以吗？我想要唱一首《Boku ra no mo ken》，哎，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开心唱一下就好。那剩下的问题，问李帆，问敏感的，问求职，问新番，问感情，问学业的，有机会多的是，有机会多的是。那下周或者这一周，哎，这周还会开实况，所以这周可以再问。那这周是再来开剑娘，剑娘是什么？好不好？再给你们，今天如果是刚好有来的观众。跟你们说一下剑娘是什么东西好不好？对，我希望这个东西就算你不懂你也可以来捧场一下。对，这游戏越来越少人了，可怜。剑娘是这个，哎，我们看到它是一款由C2 机关在 DMA 上面这个营运的一个网页游戏，至今呢已经营运7年了。对，那在下呢是2013年，所以是目前玩这游戏玩了7年了。今年是19甲提督，准备要成为20甲，但这个20甲能不能成为这个20甲提督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我每次吃甲呢，都觉得人生就像在吃屎一样。对，这个屎呢，即便它做的再大坨，我还是会努力把它尽可能的把它吃下去。但如果哪一天吃不下去了，那也就是我这个潮流隐退的时候了。所以且看且珍惜啊，且看且珍惜啊，对。那这游戏说真的进化到这个时候了，其实剩下的都是靠赛。对，它并不像是 FGO 或者像是公主连结，或者像是我最近在玩的 Uta Wild Mono 传说对决 LOL 什么的，就是你只要玩的次数一定多或者练习的一定多就会过。不是，它到最后其实靠的是装备的观念，装备的养成，最后呢等级以及最后的运气，哎，你没那个命就是打不过，就是这样子啊。那这个作品呢，再来会有动画化，我希望它动画化之后呢，其实可以增加我一些观台人数吧。上次的直播会在副频道上传吗？其实我一直没有时间剪而已，对，就忘记了。好啦，我会找一下时间啦。就是今天我说我下播之后说我要去剪一下，然后呢？没事，我就滚到床上去滑手机就睡觉了。哎、欸，好，那最后呢，我想要唱一首日文歌，好不好？好久没有唱歌了，我礼拜天去跟阿布雷唱歌，唱得蛮爽的。虽然我都唱那几首而已，我固定会去卡拉 OK 就唱5首，唱完5首我就休息了。好，如果说对我的歌声，不抱有期待的，或者是不想要被这个魔音传脑的，现在可以这个右上角右键关闭了，哎，手机可以直接往上滑，直接取消掉了。那剩下时间就让我们唱一首歌，结束我们今天开心的这个周三不知道什么主题的闲聊。对，行きたいだ僕らのサイデ。好。
LB 还看到蛮多在问配装的，是不是？哎，剑娘大机台，我之前其实很想玩，台湾没有进嘛，没办法，难过。好，是这个吗？来来来，画面开起来。哦 ，Scare， 这首就是我觉得要练日文啊，可以练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日文还蛮不错的。它该有的难单字有，该有的难度也有，然后本身也算是快歌。那我觉得去卡拉 OK， 如果说你今天是四五个人去卡拉 OK 唱，我觉得唱快歌比较好。对啊，唱快歌比较好。好。どこにあるのかな、僕だけの宝物。今大きな冒険ね。山だから日差し、旅立ちの予感。空も腹もほら笑っている。この先には何が待つんだろう。深呼吸、夢の扉に外手をかけて行こう。風に漏れるながら、心揺らしながら、真っ白な血をただ手に持ちながら、僕走り出すよ、夢が叶うため、どんな壁の越えてやろう。風に漏れるながら、明日なりながら、遠くまでどこまでいてるところまで。断じゅうなリヴァイも、副作になめないも、もう何もなめ怖くない。就是完全没有在节拍上，那是靠气势，你知道？ゆっくり探せばいい。傷つくことなんて、それはみんな同じだよ。锦藤光，还不是你害我们的作为，对不对？没有消到气就离开了。駆け出した僕は夢の旅人さ、空も花もほら笑っている、ただ一つのその自分の道、靴の紐を結び終えから諦めちゃいけない、だから風に触れるながら、心揺らしながら、真っ白な血と片手に持ちながら、風に触れるながら、遊んでいけながら、遠くまでどこまで残り継いでるまで、絶対負けないよ、絶対泣けないよ、この夢を叶えてその恋のるまでは、あ、その空割れた、あの花は泣いた、僕もいつは笑うから、どんな壁も越えてやるから。それだじゃん、もう何も何も怖くない。好啦好啦，随便唱了啦。啊，有很多地方错误，但没关系，但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靠气势去练，哎、欸。好，这个唱歌掉人数也只有在我这个台会实现的，对对对。那人家那个 VTuber 台呢，是越唱人越多，我台是越唱人越少，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唱卡拉 OK 的原因呢。好，因为这么晚我就会吵隔壁的。好，就这样子。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拜拜。感谢有续订的朋友们，还有抖内的朋友们啊，拜拜，下一次见。